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继续守在电视机旁收看2017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进行的第5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那么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男子双打这个项目。那么男双，中国的樊振东和许昕对来自日本的吉村真晴和丹羽孝希。大家看到这场场外指导是王浩，王浩是新一届的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的一队的教练，他主管的队员就是樊振东。许昕呢，现在是由老教练吴敬平来分管。那么在前面刚刚结束的混合双打的比赛当中，日本的选手吉村真晴和石川佳纯获得了混合双打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在短暂的休息之后，那么吉村真晴呢，现在又投入到男双的比赛当中。许昕今年27岁，世界排名第3。男子的项目呢，现在单打打到了八分之一呢，还没有全部结束。中国选手樊振东率先晋级到男子单打8强。看到右手持拍的就是吉村真晴，左手是丹羽孝希。日本队可以说这次是大丰收，混合双打拿了冠军，男子双打也都进了4强。女单呢是平野美宇晋级4强，获得了铜牌。另外日本呢还有一名不到14岁的小将张本智和，他淘汰了日本的1号单打水谷隼，然后连续高歌猛进，目前已经晋级到了8强。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男子双打的第一局。男子双打这个项目晋级4强呢，还有另外一对日本选手，就是森原正从、大岛佑哉。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将会和韩国的李湘秀、郑荣植来争一个决赛权。哦，中国队在男双这个项目报了2队选手，一个是樊振东、许昕，还有一个马龙的跨协会组合，他和德国的波尔。那么抽签很不巧，马龙波尔在前面就和许昕、樊振东相遇，结果是许昕、樊振东获胜晋级。在刚才的混双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吉村真晴在后面的2局突然发力，从而呢让这个日本的混双锁定胜局，拿到最后的冠军。主要的场上的得分人还是吉村真晴。许昕是上一届的苏州世乒赛男双的冠军，
混双的冠军。啊，当然从打法上，许昕这种直拍左手最擅长就是打双打，因为接发球它有天然的优势，可以调打，可以变换很多手法。另外在双打当中，从控制反控制打起，啊，都是直拍运动员比较擅长的台内球。从两队选手的技术情况来分析，许昕和樊振通的整个我们来看这分放高球，樊振东可以抓住打反击，还是放啊？为什么说这个球樊振东可以抓住机会打反击呢？因为丹羽孝希正手这个动作很小啊，他这个动作是打不出太大的这种力量来。这样许昕樊振东7-3领先。刚才给大家想介绍的就是许昕樊振东的整体实力啊，特别是大陆球的综合实力啊，应该在日本队之上。所以许昕樊振东只要啊正常的发挥，这场比赛有绝对的优势。大家可以看小路球许昕为主控制对手，大路球樊振东许昕都可以上，全台进攻无死角。而日本队的这种进攻能力跟中国队相比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乒乓球队实际上在男双包括混双啊都没有派出最强的两队选手，因为男双是有一对跨协会的组合。这样11-7，许昕樊振东轻松拿下第一局，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男子双打的半决赛。四 G 加玩视频更畅爽，中国联通。2017款逍客越级上市，东风日产四射。拍照更美。金立 S10 四摄拍照更美哦。全新悦动，越来越心动，北京现代。观众朋友们，我们接着在杜塞尔多夫为您带来世乒赛男子双打的半决赛上半区，中国许昕樊振东。
今天他们的对手呢是当年被称为天才少年的丹羽孝希，左手横握球板和吉村真晴。这板球樊振东处理的很有艺术手段，轻柔慢搓，那这板就完全是刚性的进攻啊，没有像刚才这种慢柔型的搓球。樊振东和许昕这对选手呢，前面整个发挥算基本正常。那么通常呢，这个大牌球星都在半决赛当中啊开始释放爆发，双打呢相对难度小一些，所以许昕完全可以驾驭比赛。啊，台内短球控制好。我们看到这个配合是太精妙了，樊振东先是揉了一下慢了一下，然后许昕的一板强势跟进，这次世锦赛我也和欧洲的一些教练包括在法国队执教的韩华指导也沟通了一下特别了解了一下，就是外国运动员怎么看我们中国运动员目前的一些情况。那么他们认为呢，中国运动员当中现在技术最好的还是樊振东啊，这是外国运动员这种感受。当然技术最好不一定最后能拿到冠军。因为特别是世界大赛这种比拼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现在许昕樊振东啊在开局包括第二局一直占据场上的绝对主动权，抢拉11-2，非常轻松，思路清晰，战术明确，控制得当。这样许昕樊振东2-0领先，稍后再为您带来第三局。匠心营造，雪花纯生，匠心营造。动，自在千里；静，跃然于心。全新景逸 X5 携手 CCTV5，为中国助威。东风风行携手 CCTV5为中国助威。静由我，自在随心。全新景逸 X5 舒适牌高质感 SUV， 东风风行。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中国乒乓球队，提出了跨协会的组合。刘国梁总教练也说过，有责任为世界乒乓球的发展
做出中国队的贡献。另外，刘国梁总教练还说过，向中国的年轻人推广乒乓球，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文化，啊，始终中国乒乓球队可以做到居安思危，着眼未来。那么在这次世锦赛当中，我们也看到关键场次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较量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用成绩可以证明一切。前两局樊振东和许昕可以说刚柔并济，胸稳有度啊，他们俩的这个配合越来越娴熟，两个人都能柔又都能胸，堪称绝配。那么上届世锦赛许昕和张继科配合拿到世锦赛冠军。许昕标志性的大蟒式的正手抢攻，许昕的正手堪称世界一绝，单凭这项技术，他的排位肯定是在世界前两位。好的，拉住，漂亮啊，这个球双方打出了高质量高水准中远台四位选手的强强对抗啊，太精彩了。因为通常我们看到单打的时候才会形成这种强强中远台对抗，双打四个人都发力，这个局面太火爆。现在啊，樊振东许昕只要注意一点，就是日本队的速度。日本队在前两局输了之后，那么一看和樊振东许昕的这种差距，那么必然他们唯一可以突破的有可能得分的就是他们的速度。我们看到这个球许昕正手的这把拉球，樊振东继续中国乒乓球队把很多球啊没可能变成了现实。许昕的接发球采用的是推晃啊，这个球动静很大，其实是有点扰乱对手。看到今天啊，樊振东和许昕是开赛以来这个双打打得最好的一场，这场球真的可以说把这个乒乓球啊驾驭的、发挥的、控制的、判断的啊，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你看这种球怎么打怎么有，
球在许昕和樊振东的拍子上，啊，好像被胶水粘住了一样，啊，想怎么控制它，啊，就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它。可以打出花样，而且呢，都能够在拍子和球发力的时候有很长的发力时间，能把这个球啊完全给控制住，玩转了。许昕、樊振东轮番式的正反手的强势进攻，让日本队啊现在没有任何的可以挣扎的地方。特别最后一个球，我们看到这个丹羽孝希反手已经人飞出去了，啊，好像比中国队的这种整个球的实力和水平啊有着特别明显的距离。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继续守在电视机旁收看第54届德国杜塞尔多夫世乒赛男子双打半决赛，中国许昕、樊振东对日本选手丹羽孝希、吉村真晴。漂亮，樊振东接发球用反手的一个高压式的拧拉，啊，他这个球直接把手伸到球的下面，坚定的拧拉这分。樊振东、许昕全程啊压住日本的吉村真晴和丹羽孝希，啊，不是他们发挥的差，特别是吉村真晴刚刚拿了混双的冠军，就让樊振东、许昕来了当头一棒，还没有高兴过来，这场球打的基本上是许昕和樊振东啊像在进行一个教学片来给他们看。那么借这个机会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男子单打，
男子单打产生十六强。那么上半区马龙对庄智渊，弗雷塔斯对波尔。漂亮，许昕继续拉，放一下，这个球樊振东处理的太聪明了，他在看到对方进行对拉的时候突然改变了思路啊，防守防了一下，放了个高球啊，特别让丹羽孝希去扣这个球。男子单打上半区还有张本智和和斯洛伐克的皮斯特耶啊，这场球好像已经结束了，张本智和晋级了。下半区，上半区的最下半区就是林高远对许昕。接下来是韩国的李湘秀，就是本次比赛报的最大的冷门，战胜张继科的李湘秀，他的对手是萨姆索诺夫，然后是韩国的丁祥恩对中国香港的黄振廷，最后一个半区是德国的奥恰洛夫对丹羽孝希。德国的菲鲁斯对樊振东，那么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就是樊振东战胜了菲鲁普斯，菲鲁斯晋级了八强。前十六强呢，欧洲占了十席。但女子呢，还是亚洲选手啊，在各个项目还是强于欧洲的运动员。漂亮。许昕的球让我们看的真的是一种视觉上美妙的一种享受，正手拉得太棒了，全力的挥洒，又回短前冲，这场球啊真的让我们感觉到中国乒乓球队的这种强大，水平是变幻莫测啊，这场上的发挥让人琢磨不透，凶的、稳的、柔的，刚柔并济。把这个乒乓球再一次玩到了极致。樊振东、许昕4-0完胜日本选手丹羽孝希啊，让对方心服口服，虽败犹荣，输了啊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没有赢的可能性。这四局球里面完全是樊振东、许昕压住对手在打任意的控制对手，不让对手在这里面能够和他纠缠。好，观众朋友，这场比赛先为您介绍到这儿，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男子单打的比赛情况。时，你们仅仅以为是带孩子看了一次世界，却没想到为他们打开了未来的世界。看过世界的孩子更强大。2017款全新 Jeep 自由光。